然后后腰伤了。别着急，老婆，司机马上就来了。好痛！坚持住，坚持住。好痛！老婆，你等我一下，老婆。老板，我媳妇马上要生了，能不能麻烦你送我们去趟医院啊？老板，这你老婆要生了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还找几坛鹅做呢，让开。大哥，这里实在是不好打车，您就帮帮忙吧。我帮你？那谁来帮我呀？这个是上千万的大项目，耽误了你赔得起吗？都闪开！大哥，求你了，你就帮帮忙吧。要生你们就去一边生，别在这拦着我，听到没有？开车。老板，那孕妇好像要生了。嘿，老板，兄弟，你赶紧扶她上我车，我让我司机送你们去医院。谢谢，太谢谢你了。快送他们去医院，快走。老板，我们跟寿总约的时间可马上要到了，这要是迟到了，损失可大了。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，现在人命关天啊，你快送他们去医院，我自己打车去就好了，快呀。我们寿总家里有点事情，你们二位先在办公室等一下。好的，没事，你先去忙吧。你就是今天跟我竞争的公司吧？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听说蹬自行车就来了，看看这是什么？你有那个实力吗？识相的，赶紧走！就你这种小公司，拿什么跟我竞争？小公司怎么了？哪一个大企业不是从小公司做起的？是你？你是寿总？真是太巧了，兄弟，刚才多亏你了，要不是你啊，我老婆就危险了。您太客气了，只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。刚才呀，我相信只要是谁遇见了都会帮的。那可就不一定了，是吧，黑总？寿总，我看我们之间肯定有一点误会，你也别在意啊。我们合作的是合作，我看就算了吧。良心是做事的底线，人品是做人的底线，人品都不好的人，产品能好吗？怎么需要我喊保安撵你吗？陈总，产品拿出来吧，我相信你。谢谢寿总。果然没看错人，产品的优劣是合作的敲门砖，人品的好坏是决定长远的通行证。你的人品就和你的产品一样，我放心。合作愉快。